来松山车头坐普悠玛火车。7:47开车，预定12:24到台东。到台东，伫火车头附近租一台车，中昼来一间食出名的米苔肉。生意真好，人客强强滚，店也嘛自家强强滚。这是附近卖蛋糕的所在。今麦来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。这就是琵琶湖，游客不少。到花架隧道，森林步道，今麦来到台东资本老爷饭店，这是台东县的北南乡，伫柜台办理 check in。饭店大厅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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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千万级的活动，旅客可以参与。饭店四周的景观，参观饭店内面的设施，暗时在这用晚餐。但这个要看原住民歌舞表演。